好，这样我们知道在做心肺复苏术的时候有一个安妮这样的一个模型，没想到他真有其人，他就是这是安妮，而且更可怕的是他居然是一个女尸，他居然是从塞纳河所捞出来的。你很难想象哦，他居然从塞纳河捞出来的时候他的脸竟然如此安详。对，宝杰，我们在看 CPR 教育训练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假人啊，我们一直以为这就像一般模特假人一样啊，但没想到这个背后其实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，他这个是真人，而且有名有姓。他是真人，我不知道他叫安妮，对，没想到真有其人。对，通常我们叫他复苏安妮或拯救安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1880的时候，当时在法国塞纳河啊，塞纳河里面有一具浮尸被打捞起来，那打捞起来很诡异、很怪异，是吧？打捞起来是一个女孩子，才15、16岁，对，15、16岁，那你注意看哦。他在水里面泡了不晓得多少天了，他脸上没有任何肿胀，没有肿胀，没有任何肿胀。当时的一个档案照片，没有任何肿胀，而且呢，他没有那个溺水，又你要溺水又很挣扎，会痛苦啊，嘴巴张开啊什么的，他完全没有。因为你仔细看，他非常安详。你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大概就以为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睡着了，对，睡着。所以他们不知道，可他不知道已经在塞纳河待多久了。对，泡多久？后来警方当然一定要介入，又查开始追，但怎么追都不知道这个少女到底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要轻生，完全都不知道，全部所有都是空白。那后来帮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安妮，所以后来说，这个安妮竟然这么漂亮，那后来说要成立一个纪念馆，帮他做纪念，帮他做成一个人像。那后来有一个病理学家，他就在想。那这样的一个，他因为他是溺毙嘛，溺毙以后，那如果说要救人的时候，溺毙应该要实施这种心肺复苏嘛。那如果用他的头像影像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假人呢、啊，那不是非常好嘛，又有意义。结果就把安妮的影像复制成这样的一个假人，他本来只是复制成一个假人，那后来又拜谁之赐呢？拜谁？那个存在主义作家那个卡缪，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卡缪。给他一个封号，说他是一个溺水的蒙娜丽莎，那真的，一抹很神秘的微笑。你看他几乎还是带着微笑，真的一抹神秘微笑，一抹神秘。所以那个卡缪这一句话出来以后，蒙娜丽莎的一个影像又加进来，世界全部都认识这一个女人安妮。所以后来一个玩具商，他是家里2岁的小孩子，也是溺水，他就想到说，后来救活了，他就想说，那这个假人实在应该要推广到全世界，那要给人家大有一个最好的印象，又最深印象，当然是安妮，他就大量复制这个安妮的，那复制他就作为一个心肺复苏的模型跟道具了。对，所以有人讲说他是全世界被亲过最多的、被亲吻最多的一个假人，其实就是安妮。所以他背后有一个很神秘、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故事。不是光他那一抹神秘的微笑，而且你泡在水里面这么久，你竟然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，这太神奇了。对，那其实像这种像模特这种假人呢，其实还世界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墨西哥。实际上这个假人呢，其实在墨西哥一个奇瓦瓦市啊，有一个很特殊的，全世界也都很多人去那边都会看呢，是在一个婚纱店，婚纱店一个橱窗啊，他摆的这一具这个假人。这个假人是什么？这个当时这其实呢，有人说这是真人，一直到现在还有真人。他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？没有人知道。真假的？没有人知道。没有人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墨西哥，你知道每年11月2号亡灵节，很多人都会去帮这个女人献花、蜡烛、烧香什么的。那你知道这个女人她很有名，是因为她在为什么穿结婚礼服？她是当时在结婚当天穿着婚纱要走入礼堂的时候，在户外走进去的时候，被那个黑寡妇毒蜘蛛啊。咬了一口，结果婚礼当天他过世了。过世以后，他母亲一直很怀念这个女儿，而且在结婚当天呢、啊、很不舍，所以后来就把他大体啊做黄骨以后啊，以后帮他穿上婚纱。而且你注意看他的手，他做的真好。所以有人一直在争辩，到底真还假？假的到现在的技术也不可能做到。1930年代到现在，1930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是那个新娘的手，对，你做的这么，对这个背面，你看他真的是。截品，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幻灯片，他等于说是手，这个太真实了。掌纹，你看掌纹、指纹、指甲做的，你看微妙一样，所以一直有争论。有人说不可能是假人，不可能是模特，但有人说他真的不可能是真人，但有人讲说他黄骨做的非常好，所以他真的是这样子。这是那个模特，对，所以他争论一直到现在，而且他很诡异，是啊，
它里面其实有很多传言出来，说当时其实做成黄埔以后啊，他的头发都是真人头发，所有身上他每大概隔几天，然后母亲呢、啊、其实会把店门关起来，橱窗关起来，那个铁门拉下来以后，会帮他洗澡，一直很怀念这样的一个女儿，帮他洗澡。那后来你看他母亲年纪比较大，后来不是有人要顶上来吧，说请佣人去帮他洗的时候，佣人说是真人，因为有看到他那个静脉啊，那个血管清清楚楚，假人不会做到这样子。还有血管，所以又有佣人作证。那后来他母亲说，我这个是谣言了，我们可以请市政府的人来作证。结果就这样，两方争论，市政府也没有给一个真的答案，所以不晓得。所以你知道，一直到现在，甚至有人讲说，你如果晚上进去这个店啊，看到这个假人呢，他眼睛呢、啊、会一直。对，所以这个也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假象的模特。